MV 大电视。游戏分成两组，阿 Deep 同埋 Jason 一组 ，Alfred 同埋 Aga 一组。参加者需要估出大电视上面播放紧嘅 MV 歌名，答中可以得一分。咁啊，要揿钟仔抢答。你哋手上各自有各自有个响嘅装置啊嘛。咁强嘅，唔公平啊！俾啲难度咯，我要过嚟你嗰边揿啦。交换啦。好，我哋。哎呀！你整壞咗個嘢啊！壞咗你個嘢。我唔睇 MV 嘅，我都好少睇 MV 嘅。哎，哎得。我真係我唔記得首歌叫咩。愛情多合真。哎呀！開始咗啦咩？發生咩事？發生咩事？打氣，司機俾幾刀有驚喜。哦哦。哎。又話超嘢嚟猜，哇！搞錯啊！好一比一啊！依家左下角嗰個鬼妹嚟嘅喎，我想講呢個有 delay 啊，個聲。唔係你先撳咗先，一嚟就放手啊！係啦，你用放手去做嗰個撳咪得咯。你一嘢爆落去佢就響噶啦，係啊！呢個已經放棄咗佢答問題嘅權利啦，即刻播下一首啦！哎，李冠真 ，Alvin， 終身美麗。若有無奈，只有用心的愛，若看不開。百年樹木，我哋可唔可以熄咗個音樂佢啊？咁如果唔係就唔使叫古 MV 啦，叫古歌仔啦。第五題我哋會將個難度增加，就係會熄埋個音樂嘅。OK。跟住第六題再難啲，熄埋畫面。熄埋畫面。哇係！哇真係要估估。嚇！你睇到鄭伊健啊？有冇搞錯？咁都睇唔到？睇唔到喎！呢個係喂，嗰個年代係咪都係古惑仔做嘅啦？但係呢個應該唔係古惑仔。是但估一首啊！誰敢來踩界嗰啲啦，係咪啊？一定係，因為嗰首係一定係出戲嚟嘅。貼士就係開翻個聲。其實呢一個就係仍手換不到的紀念，有你襯我，誰可情深如我？第六題啦，我哋進入。哎呀，我識啊呢首。哎，我知啊呢個。哎，我都知喎，你啲 friend 嚟嘅阿 Jenny 啊嘛。係啊，你講個歌名啊嘛。Very strong 啊，很堅強。下一題真係我啦個 MV。你嘅 MV 但係我贏嘅話，好勁。七隻。搞錯啊！你睇到嘢咩？睇到啊！我睇到啊，蔣祖萬嘅樣啊。OK， 遊戲已經完結啦。同埋我， yeah. 喂，我哋勝出嘅係 Aga 同埋 Alvin。哇，咁多生氣，揾到第二個俾我玩啦。係啦。廣東歌一直都是香港的流行文化一個重要的指標的，香港人都聽著廣東歌去長大，很多的人都對廣東歌有很深的感情。今天就請了 Deep 吳浩康來上來跟大家講下廣東歌對你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意義在這裡。我唯一會識唱的語言，第一親切感，第二其實就是因為廣東話原本其實它已經是一些起曬角或者輪廓很鮮明的一些發音，所以它更加會在 melody 上面可以有多啲 color。 我只是向往唱廣東歌。很多不同的說法會講到廣東歌有不同的掣肘，那些掣肘是音樂人自己給自己的，即是你做什麼語言都會有那個利弊。既然我們都是被這些歌打動過的，那我們去愛這種音樂，那我們應該要在演繹裡面找一下它裡面給到什麼資料，我們給到什麼的 support， 我們演繹得這歌更加好。有沒有一些廣東歌你是覺得對你特別有意義的？我自己那些南語咯，如果是因為參賽歌曲。有沒有說一些特別的歌手對你的影響特別大？哥哥令到我覺得哇，站上個舞台上 很有型。 Nam 哥令我覺得原來我在個耳機上，我隔著個喇叭見不到他，但我感受到這個人。學友哥令我覺得他帶了很多練習和學習的曲目，還有一些我未接觸過的唱法，讓我開拓我的世界。Eason 就更加在我大過了，我是看著他怎樣將聲樂擺在流行歌上面。你自己怎麼看廣東歌的未來，還有跟著下來的發展會是怎樣？都是圍繞著經營模式，要分得到兩件事。一，我們不是做唱片，一直都不是做唱片。二，前景是會好，不過問題是要探討一下怎麼做，用既定的模式做既定的事，想有不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可能將個框架拉闊，回到最原本，就是我們是做音樂，
不是做唱片。前景 我由頭至尾我都覺得香港 的樂壇是會有一種困難，是全世界做音樂的人都困難，無謂放大一些什麼難不難，其實都既然是這麼難，不如看看有什麼有得做，真的想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將香港人的耳朵放回在廣東歌已經心滿意足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Deep 浩康，全新音樂串流平台 YouTube Music App 已經隆重登場了，快點去 download 聽我的新歌啦！想知道我們還玩了什麼廣東歌的遊戲，快點 click 進去看看。